Cabral Serve Your World， 成就生活极致，创造无限可能。 Cabral Serve Your World， 标新立异，尽在凯擘。亲是大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我是林桂英。今日是在新历的7月25，旧历六月初七礼拜三。好，在新闻一开始，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咪重要新闻。24号飞阿妈，咱中华好事路甲真强国错，开车时刷无好，倒国骨。马铁苏国德1号北上关林路段发生三件的追撞事故，三人是不幸来受伤。另外来看，这台白色轿车经过万宁市区时来动红灯，撞到四台机车，接着是驾驶双手拍开车门，看两台由北区来逃走。警方嘛依照咱伫个现场车牌传唤，证明驾驶到案遂明。在中华市三民路东西里村哦，只要遇到大雨，都会来淹水。虽然有抽水机来营业，不过也是无法度来解决，好民众是辛苦了哦。好，来讲请这新闻的头一条来关心，这24号尾阿妈，中华地区是突然间雨是落加真强国粗，视线无好嘛，地数这个国道1号中华报道路段，小连续来发生车祸，先是这台车弄做火哦，嘛因为这件车祸在两分钟了后，后面又阁有这五台车追撞，造成三个人受伤送医。同款受到这大火影响哦，阁有一台载送这五金材料的大货车，经过这个国道一号挖这园林收费站的时阵，因为这车速是伤过紧，就直接往这收费站甲弄落去哦，然后就来变车，这车顶规台这铁钉啊嘛压甲规个国道车道顶悬。因为雨来了真紧，又搁落了真强，伫咧无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形，开伫高速公路，这五台车是对撞作伙。坐伫小巴士内底当咧保命的乘客，嘛因为突然间的冲浪被惊醒。我在睡觉，有被吓醒这样子，哈、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。对，因为我们就是大部分都在休息的。对，其实安全距离有抓够，有刹住车，但是呢，我们被后面追撞，相对的我们这台再推到前面那台车。就伫同一时间，离无到200公尺，同款是北上车道的所在，也有7台车发生追撞。另外，阁有一台载满螺丝零件大货车，是直接弄到 ETC 车道边的收费亭，货车管顶的螺丝是落到龟头卡。我看到车子好像有点倾斜，没有就、就翻过来了。因为三件车祸时间拢非常的接近，国道警察初步调查，拢是因为落大雨造成视线不良，加上驾驶人无保持安全距离来造成。连缓的时候是因为啊下大雨哦，驾驶人环境不及哦，要减速慢行啊，这个车祸也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啊，我们警方也迅速到场排除。除了高速公路车祸以外，伫咧花坛东外宽道路接近139线的路口，嘛伫早起上班时间发生追撞的意外。哎，拢动的啊，我都弄落啊，我共弄落啊，无啦，是无安怎啦，搭车拢共弄害去啦。啊，后壁飞好前无？当然，咱拢爱人飞啊。好佳哉，这几件车祸意外只有三个人受到轻伤，警方嘛再次呼吁，开车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，若是拄到落大雨，就搁较爱注意。大众新闻中心梁宗学采访报道。现在有很多人哦，看到这网络顶端有人放这造势逃走弄死人的画面，是愈看愈生气，讲要把这造势者给抓下来哦。说起来哦，咱画面顶看到的就是这台白色的轿车哦，开到这个万宁镇中山路甲惠民街路口的时阵，是来这弄红灯哦，结果就安尼哦，亲像这拍保龄球同款哦，弄倒这4台机车，造成这5个人受伤哦。这名驾驶哦，搁开车门探头两届，但是哦，上届予人生气的是，伊竟然不管这受伤的民众倒伫涂骹这哀哀叫哦，是上车油门催咧哦，就赶紧来开走，这恶一个行为嘛，全部拢予行车记录器加记录来啊。
为行车记录器的画面当中，会当看到这台白色轿车速度真紧，为慢车道往中山路的来去超车。注意看哦，这头前红灯已经到啊，伊也是开真强，这一路不得了，就亲像伫咧拍保龄球共款，将四台要过马路的机车弄甲倒倒去，造成五名大人囡仔受伤。白色轿车弄到人，驾驶头一次开车门看卖状况了后，上车想要来逃走。第二次再开车门，发现状况严重，再上车是不去用真紧的速度正越开走，佫差一点啊去搞到倒伫个涂骹受伤的民众。急速冲撞过来，然后当时就现场一片混乱，然后大概有三四台机车全部都被撞倒，然后肇事者就是肇事之后。也没有说，立即刹车。一名妈妈抱着受伤的囡仔大喊救命，好佳哉！一名好心的男子赶紧上前，斗三工甲人爱离开马路车道。拄好迄当时有救护车经过，不过车顶已经有伤患，只好用无线电抢救支援。恐怖，真的很恐怖，所以以后真的走在路上会。不敢骑机车，真的，因为即使说你很小心，也没有办法说预防说别人会不会来跟你追撞。影片铺起哩网络了后，短短无到三点钟，2000名的网友是大骂连火，一定爱甲人抓出来。好佳哉发生车祸的时阵哦，轿车的车牌有立伫咧现场，依照车祸，警方嘛已经锁定处。在一个应征乡的车主，无驾照来开车，又搁做事逃走的行为，予伊是难得者法律的责任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员林采访报道。好，咱拄则看到这名真恶，一开车弄到人，还搁恶意做事逃走了后。这名肇事33岁姓吴的驾驶，嘛伫咧警方的传唤之下，伫咧25号的透早1点外，伫咧母亲的陪同之下，是来到这园林交通分队。伊嘛向警方来表示哦，伊迄当时会来逃走，是因为伤过惊吓啦。不过伫咧这警察局的现场哦，嘛因为这媒体是伤过多，伊就来生气呢，还佫把这气出伫咧家己的妈妈身上。十字路口弄红灯的轿车，一睏仔弄到四台机车，无报警嘛无救人，颠倒是赶紧开车逃走。伫咧经过园林警方以车牌找人，肇事驾驶就是伊，28年岁的黑色男子，嘛伫咧25号透早1点外来到派出所说明。不过，敢袂伤过离谱，看到现场有媒体是大声呛声。喜欢拍的，拍什么啦？很喜欢拍的啊。很好拍的哦，很好看的哦，奇怪的。白色轿车弄到人，倒数一名查甫民众哦，倒脚是严重骨折，互弄到的大人囡仔规身躯拢是擦伤，惊吓一瞬间，弄红灯，搁弄到人逃走无道歉，搁家己出一个陪伊到案的妈妈身上。不要拍了啦，没有什么好拍的。紧行，你搁跌表跌表。啊，无你要叫我来。免惊人去啦，免惊啦！你若莫做唔对，你惊啥？黑色驾驶被妈妈载着离开警察局，手内搁摕着一大笔罚单，根本就无汽车驾照的伊，先被开一张6000块的罚单，加上弄红灯2700，最后嘛以公共危险罪来函送罚单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管理采访报道。即摆咱先休困一下哦，稍等一下，即个在新闻当中哦，要来关心，即市面上黑心商品是真多，为着要来维护消费者的安全，中华县政府就甲中华地方法院，也有县内学校等单位哦，联合来开办即个消费安全的整合平台。